清理清洗，往这里面倒点溶剂，倒点溶剂之后，然后我们清洗一下，把那个葡萄槽啊。就是先把墨水排完，排完之后，然后往这里面加一升溶清洗液，清洗液之后，然后运行墨泵，然后让它运行个5分钟左右，然后我们再正常开机，正常开机，这里面是溶剂，让它循环，把故障前三个故障，相位故障、回收故障给它屏蔽掉，屏蔽掉之后，然后让它循环就行。要循环一段时间，再正常回收，这么行。行，运行一二十分钟，然后把墨线关掉，然后我们再把里边的废液排出来。墨就开完了。